民以食为天，饮食是维持生命重要的条件。议长何胜峰在今日的定期会中就严厉要求相关单位要主动为县民把关相关的食品安全。只有强冠做出来了，有哪个牌子媒体在报了，你们才有去处理，是不是？啊，包是，他会有那个提供下游的盘商，还有他盘商。对啦，是啊，你就是安尼，就是今嘛就是媒体报的啊。因即马咧办遐，遐油只，恁只有去查遐，啊，剩来无就对啦。我咧甲伊问啊，问讲你敢敢保证即马十三乡镇，你市面上咧卖油拢合法咧，拢合格啦。议长表示，县府相关单位应该明确让民众了解相关资讯，积极侦查抽验，让县民能够买得安心。所以讲，我意思是讲，中央无法度很明确，本来你处理这种工作就是要明确嘛，啥物物件？恁规个拢，你有发生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爱拢爱清查嘛，对。啊，清查出来哦，我这间会使，这间袂，人的品质好，人伊无乌白来，对无？啊，这间乌白来袂使，爱下架、爱罚、爱处罚去处罚，变哪违法变哪创去处理，无遐嘛是爱共鼓励讲，啊，这袂歹。啊，百姓知影讲话，我这定心的袂使食，啊，我会使买啥来？除了茶器相关产品之外，议长也要求县府要注意市场的价格，勿让不肖商人有哄抬价格的情况产生，保障县民的权益。哦，啊，你爱搁较注意，就是注意讲，迄个物件好的物件嘛，袂使去给无，因为即马只，你讲像定心40%-50%拢因咧出品的，啊，即马只拢无人要存咧遐个物件，一定较抢钱嘛，对无？啊，抢钱嘛袂使去给，因为原本因的材料钱就是安尼尔吧。好不好，因为生意要搞，还佫赚较侪钱嘞，所以绝对嘛袂使有人去给。全民现在对于食品安全产生相当大的疑虑，议长在定期会中也要求相关单位要尽速清查县内相关商品，厘清民众的疑虑，保障民众的健康权利。民雄杨志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